生命电视，一个完全公益免费的佛教卫星频道。接下来请收看菩提如是说。念佛当生四种心：一、无始以来造业至此，当生惭愧心；二、得闻此法门，当生心庆心。三，无始业障，此法难遭难遇，当生悲痛心。四，佛如是慈悲，当生感激心。此四种心中有一，敬业即能成就。极天菩萨说，当你说话时必须不贪不嗔，以温柔的语调和适当的长度，轻松切题，清晰而愉快地说。当你看人时，必须以真诚而慈爱的眼睛看，并且观想，依靠这位仁慈的人，我将大彻大悟。如果我们拥有一颗善良的心，善良会让我们成就和幸福。如果拥有的却是一颗嗔恨心，嗔恨会让我们一生痛苦和烦恼。所以在修行的过程中，观察自心很重要。作为大乘行者，必不食众生肉。很多自称学密宗的人，打着各种旗号吃肉喝酒。
更可悲的是汉地学密宗的人，真正的藏地今生之佛法没有学到，倒学会了肆无忌惮的吃肉喝酒，不计荤腥，甚至乱搞双欲。凡夫不能随便随学圣者的行为，那不是对上师有信心的表现。兔子和老虎一起奔跑，遇到悬崖，摔死的只能是兔子自己。佛法到最后归到一个法上面，就是菩提心的法门。所以我们不管是能够学很多的法也好，不能学很多的法也好，菩提心是不能忘记的。如果到最后我们还是以我执，还是以我慢，还是以贪嗔痴来修法，就是没有方向、徒劳无益的做法，根本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地。欢喜过节的日子，尽量不要杀生。在人们渴望团圆欢乐的时候，动物们也有同样的渴望。嘎达雅那尊者曾说：“口食腹肉打其母。”怀抱杀己之怨仇，妻子啃食丈夫骨，轮回之法成稀有。我们亲手宰杀吃下去的，都曾经做过我们的父母。作为一个佛弟子，我们应该让过节过得更有意义，希望大家多吃素。
莲师曾说，无缘遇见十方诸佛菩萨的末法时代众生，向我祈请，我的慈悲能迅速护佑你们。修法并不像某些愚人以为的高不可攀。对阿弥陀佛有坚定不移的信心，一心一意发愿往生，也不造五无间罪和舍法罪。若能依教奉行，则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曾亲自给我们保证过，临终一定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这也是阿弥陀佛的愿力圆满成熟所致。有些人不了解佛法，以为有苦恼或不幸的人才需要教法，以为佛教是消极逃避现实的，这是错误的观念。其实是有知识有智觉，要追求宇宙真谛，深讨生命奥秘之事，需要了解教法，尤其是正法。正信的佛教徒称礼敬诸佛，不只是拜佛，而是要学佛陀的大慈悲和大智慧。阿底峡尊者对浊世众生的叮咛：一，现今身处浊世，不是散乱之时，而是勇猛精勤之刻。
不是狂妄自大之时，而是该谦和待人之刻。三，不是拥有眷属之时，而是一指近处之刻。四，不是教诫弟子之时，而是教诲自己之刻。五，不是记忆词句之时，而是思考法义之刻。不是相互来往之时，而是身居一处之刻。行布施时，三种清净心，即以三种正确的观念观想行布施，也就是三轮体空。一，应了解自我的真理，布施者无我，是一种幻化的。应了解所布施的东西也是幻化的。三，接受我们布施的物件也是幻化的。这三种观想行布施，则我们所做的布施就能超越世间的布施功德，因为这种布施没有烦恼，没有污染。不急不躁不迷道，念佛要静心，孝顺要真心，做事要善心。因果要明心，为人要正心，救人要慈心，处人要诚心，助人要悲心，教人要耐心。
说话要活心，劝人要活心，待人要热心，让人要忍心，参禅要是心，学佛要死心。修行要心，度人要慧心，成佛要悟心。阿弥陀佛，做个菩萨就要慈悲，慈悲就要敢去救苦救难。台湾现在有个问题，叫流浪狗弃养的问题，很多爱心人士很热心的去收留这些流浪狗，十只变二十只，变成一百只，他们根本负荷不了，所以很多甚至送到护生园来，我们现在也负荷不了了，超过3000只了。3000只一个月光吃的开销，人员开销130万台币，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做的。所以就近来讲，希望各位不要弃养，而且要多认养，以认养代替购买。再来，更要护持那些爱狗人士的这些金钱开销，买饲料等等。所以护生协会也买了很多狗的素食饲料，不断的去护持送给他们，但是永远不够的。所以希望各位多护持台湾救狗协会乃至附近的爱心的救狗的单位。阿弥陀佛。护持账号5001-6766，5001-6766，户名台湾救狗协会。酒驾罚很大，一提高酒驾违规罚锾，再犯才累计加重，罚锾无上限，酒驾拒检或拒测罚更大哦。二，呼气酒测值达0.25毫克以上，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。三，酒驾再犯，拒检及拒测再犯，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，没入该车辆。四，酒驾重新考照，需强制加装酒精锁，找别人代吹也不行，要罚6000至12000元哦。五，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瘾治疗，不得再申请考照。六，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。酒驾零容忍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。你这个账单一个月哦，至少要自己对一次。银行有规定，我们跟客户之间是不能有金钱上的往来。其实我自己帮别人理财那么久，我知道金钱的诱惑真的很大。这个还你，我说放你那就好了，我信任你的。虽然呢，银行有很多规定，很麻烦。但就是要我们为自己的财务负责任。
Thank you.